Hello， 我是 Kenny， 我是 ThinkStepMove 的 founder， 亦都是 Kafia 的 designer。Hello， 我是 Weska， 我是 Kafia 的 system developer。我如果做一个不是一个去 serve 人的机械人的时候，他究竟是做什么呢？其实以往我们做 robotic 的东西，基本上都是会有一个 purpose， 是他要做到什么。但是其实 Kafia 我们是 predict 不到他会做到什么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创作了一个机械人，我当他一个好像一个二人法地去创作了他一个性格出来。但是大家知道他是机械人来的。的时候大家会给一个什么反应呢？Kafia 的设计其实就并不是以人为本，我们的设计以什么为本呢？以他自己，当一部吸尘机械人，他要你动去哪里吸到哪里，他一定会做到，但是你叫 Kafia 去动，他真的不会动。我将一个无用的东西一直 push 去它的时候， push 到一个极致的时候，其实它是调回转，它好像一块镜子，它存在在这里，其实它是一个媒介去跟你沟通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作品里面，我们都是做这样的东西，就是都是想一直将这个无用，所谓无用这个 idea， 究竟我们 push 到哪一个位置，调回转原来是一个 reflection 来的呢，即是一个反射来的呢。我们觉得 Kafia 是一个无用的自恋机械人，